台湾真的有需要有一首这样的假期的歌哈。好，一，在我们台湾各地呢，有很多很开心的事情正在进行哈。包括很多的活动，你看那个烟火放不停的活动，现在还在放，哦，一整个月，你可以放一整个月。好，那在同样的地方，可能还会有一群这个不太幸福的人，不太快乐的人。那我是幸福歌行者，怎么可以讲不幸福的事呢？好，我就会需要去讲一些这样的事。哦，李乃公。你如果说只是在家里面关起来，然后看着电视很轻松，没有烦恼，这样的幸福，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真的幸福。我喜欢看到大部分人都开开心心，都过得快快乐乐。我不会喜欢只有我自己开心，众人皆差我还好，我不喜欢。所以我会去看到这些不幸福的人跟事情，然后会去谈这些事，因为我知道只要让这些事情被看见被听见，总是大家会找到一些方法让这些人可以过得好一点。所以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歌，一首歌跟那个种田的老阿嬷有关系。他就守着他那亩田，只是想要靠着那亩田呢养家活口，可是政府就是想要征收那块地，那没有什么理由，也不问可否，他们就是硬把挖土机就在那个稻子在快要成熟之前就去把它铲平了，就挖进去他那个稻田里面。所以不管我们过得怎么样，总是有很多小人物他们在过着一些我们不太觉得不太幸福的事情。这一首歌叫《一枝是想要坐在遐》，我们来听听看种田的老阿嬷的故事，谢谢。